非常好吃，我在这里帮你正大的欢迎。但是就在昨天彩排的时候，我有吃到一样东西，很多外地人一定都没吃过，甚至是本地人都几乎应该也没有人吃过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成都小吃，你们猜猜是什么？不是，我们来请看 VCR 彩排的时候，就是救命！我居然在成都吃了蚊子刺身，说实话，它是有点辣哟。然后你们知道吗？那个蚊子它没有死，它没有去世，它就在我的喉咙眼子里一直在挣扎。我突然想到了《西游记》，就是嫂嫂嫂嫂，我在你的肚子里。然后我的嗓子眼非常的痒，非常的难受。作为一个歌手，你都在我的喉咙里，我还能拿你没有办法？我就一直唱高音。Life loves never fun。不出意外，那个蚊子应该在我唱高音的时候被我的肌肉夹死在了嗓子里。小蚊子吹的，很神奇吧？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尝试这样的刺身，有点刺脑。谢谢大家。那接下来就是这一个串烧一个组曲，是应该算是我的音乐的启蒙。